公仔做骑师，赛羊赢过赛马。嚟到第二届赛羊，又系你哋嘅 show time 啦！一开闸台一，羊当先，起势咁跑，避过障碍物，有姿势，实际兼备，赢过赛马。喂，睇住上面嗰个啊！哎呀，连骑师公仔都跌埋啦！现场气氛好 high 啊！好啦，到终点线啦，佢两个叮当羊头，佢嗰次片系佢啦，三号嘅选手，讲下得奖感受先啦。唔该晒。